超量召唤希望黄祸普。哇，帅帅帅帅帅！呼呼，哇，全新动画，哇，还震撼呢！呼呼，嘣！哇，对方看到应该直接吓到漏尿了！呼呼，嘣！我武士，出来吧！呼呼，发动效果，移除一个超量素材，我可以攻击两次。哎，是什么停顿？到底是什么停顿？打两下，哦，是粒子球，哎，神心的一指无效，我太神了，呜呼，下去。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全新的世界来了，超亮的世界，哇，太爽了。有全新的角色，全新的角色就是我们的油马和星光，然后也有新的技能跟新的牌组哦。那全新卡包呢，阿青已经刻好刻满了。我们今天首先来玩卫星骑士哦，哇，因为阿青没有玩过实卡啊，所以今天要第一次使用超量召唤，有点紧张哦。而且这副牌我也没有什么测试啊，我就稍微研究一下，然后把该放的全部放上去哦。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玩第一次的超量召唤哦。对，因为我真的没有玩过实卡，所以我没有超量召唤过，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哦。那我们的技能使用希望之三，希望之战士39号，然后它可以额外牌组增加一张这个希望黄祸普哦。所以我们的额外就没有放希望黄祸普，因为他技能会送我们一张哦。然后只要墓地有希望黄祸普，我们开技能还可以把它回收回来哦，非常的不错。所以我们额外就放了许多只要是四星的超量怪兽，全部给它塞好塞满。没错，就是这样哦。然后卫星骑士它的玩法就是，它每一只召唤反转召唤特殊召唤成功都会有它的效果啊，例如天津市可以检索，然后这个河谷二可以从墓地特招防御召唤，然后特招，然后再来是这个天市石痕七这一张召唤特殊召唤反转召唤出来的时候可以堆墓堆墓一张除了自己以外的这个新骑士，然后再来是织女星哦，这张蛮强的，它是从手牌直接特招除了自己以外的新骑士怪兽，那这一套牌组就是可以很快的从墓地跳啊，或是从手牌跳啊，马上场上就有两只四星的这个新骑士，我们就可以做超量召唤了。那他的专属后台神星的因子也超强的，只要这个怪兽的魔法陷阱卡还有怪兽效果发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表册的新骑士送到墓地无效并破坏，然后再多抽一张超强的陷阱卡，肯定要放满的。那我们这一套我也塞满了同胞之绊呐，虽然说同胞之绊这个效果是可以一次跳两只的四星怪兽，我们只要召唤一只是等级四的这个新骑士，然后可以特招两只相同种族属性等级然后卡牌名称不一样怪兽，可以一次场上直接满场，但是呢直至回合结束不可以特招怪兽，所以使用同胞之绊之后应该是不能超量的哦。不过我们马上铺场呢，然后我们盖这个奴工部队啊，还有神星的因子就超级强，尤其是盖奴工部队哦，这个可以直接炸卡断别人招，所以我就把这个同胞之绊放满，先攻应该蛮强的。好，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就直接来实战给大家看吧 ，Go！ OK， 来到我们第一场，遇到海马濑人，哇，好期待啊！好，对方有可能是一个 BF。OK，
好，我们技能希望之战士39号。哦，那我们这场是后攻，对方要直接跳两只白龙啊，哇，蛮凶的。那我们可能就要来超量一下，但是我这一些超量怪兽要打死白龙的话，可能看起来有点困难哦，好像只能用炸牌的，或者是用这个刷啦啦将军哦，才可以打点才会够。那没关系，我们就尽量了。好，那是对方盖了一张后台，不知道是什么。诶，同胞之伴来了，但是这边开的话还是有点危险哦。好，但我们好像还是只能开同胞了，会比较强一点哦。OK， 天津翅的效果。好，直接被禁忌的设备没有关系，他直接让我们无效，没有关系，我直接发动同胞之伴，呼呼，我直接跳两只啊，哇，那我就跳这个，还有这个，好啦，跳这个好了，防御。OK， 特招成功的时候我们可以堆木哦。那好，堆这个织女星，因为他特招成功还可以从手牌跳。好，那我们这边没办法超量召唤，没关系，我们把后台给盖满，直接结束。 OK， 有点紧张哦。好，OK， 亲之眼闲事，哎，可以哦，感觉他要同步了，哦，感觉他要同步了。好，抓了一张太古的白石 ，OK， 对方直接召唤青眼精灵龙，哦，哇哦。好，有点怕怕的。来，我开恶魔锁链，然后绑青眼精灵龙，那这边他一定会释放哦，他在这边一定会释放哦，释放，我直接发动神心的因子，直接无效把这一只送木，这样就可以了，我就不怕被打了。好，OK， 那我没办法多抽一张牌哦，可能是因为那个，就是我没有破坏掉它，因为它直接释放掉。好，那我这里直接要来抽量了，哇，好紧张哦。来，我要特招哪一只呢？特招天津市 ，OK， 天津市的效果，再抓，好，准备要来抽量了 ，OK， 哇，好多只哦，我们直接炸它好了，来。超量召唤，呼呼，哇，全新的动画，超帅，呼呼，哦，下三角，哇，好帅哦，发动效果，移除一个超量素材，来来来，移除一个超量素材破坏，呼呼，好爽哦，阿姨果切断，哈哈。哇靠，欸，不会吧，他还把白石送木哦，哇，这我要输了，哦，不会吧，哇，果然还是
果然还是打不赢这个哇 K 社的儿子啊，白龙啊。欸，不过还蛮好玩的哦，但是这一场应该是输了，没关系，我们赶紧来打下一场。好，我们赶紧来打下一场。OK， 来到第二场，怎么又是后宫啊？这道仙宫比较猛啊。后宫有点尴尬，啊，而且我的棋手又这么烂哦。哦，不过没关系哦，我只要这边抽到怪兽的话，欸，就还不错。哦，抽到怪兽了，所以不错不错，直接发动同胞之绊。这个哇，这个完美棋手啊，什么后台都有哦。来，我们先来检索，然后堆木，检索加堆木。OK， 哇，好强哦，哦，很猛哎，欸，很猛很猛很猛。好，我把这个河谷二加入手牌。因为他等一下可以从墓地特招哦，然后这边再堆墓，我们把我们把这个堆墓好了，因为他可以再从手牌跳，所以等一下墓地把他特招出来，可以再从手牌跳，很猛啊！好，这边直接盖三张。好，结束，不错不错不错。好，感觉对方是无限地狱哦，但是我们这个 是一个 BF 哦，那我这边没办法破坏啊，因为这一只它不会被笑破哦，它有一次不会被笑破，所以我这边也没办法把它破坏啊，这比较尴尬一点。好，疾风的格尔，那我直接炸一波吧。诶，也不用炸啊，也不用炸啊，我把它无效就好了。来，你发动效果哦，来，我直接发动神心的因子，哈哈哈，来。无效并破坏，然后再抽一张，哇，哦，好爽哦，哈哈，好爽，哎，还不错，还不错，哇哦，来啊，鬼柳金戒，哦，又造了一只，来来来，再来再来，老子才不怕呢，哎，直接战斗。那其实我们驱魔后台可以不开啦，说真的可以不开哦，后台还是要先留着吗？还是先开一下好了。 OK，我们还是先开一张后台就好了。好，另外一只他不知道会不会打，可能不会打，那打了就一起死了。哦，结果直接打一波。OK， 那就给你打。好，我们准备要来超量了，很期待。好，可以哦，来召唤。河谷二的效果，特招墓地的卡片，来，出来吧！天津市，天津市在检索，我们在检索河谷二，哦，超强！来，这里我们直接超量，哦，我刚刚好像讲错，啊，我们来超量希望王霍普吧。哦，这个相信大家一定很想看哦，应该还是会有他的一个新动画，来吧，出来吧！构筑叠放网路，超量召唤。哦，呜呼，哦，帅哦！哦，超量召唤，希望黄霍普。
哇，帅帅帅帅帅！呼呼，哇，全新动画，哇，还震撼呢！呼呼，嘣！哇，对方看到应该直接吓到漏尿了！呼呼，哇，好猛哦！来来来，我再盖一张后台，呼呼，好爽哦！来战斗！哎，我不能攻击哦。等一下，为什么不能攻击？很奇怪、欸，我不能攻击啊！为什么这一只？是刚刚有什么效果吗？哦，我知道了啦，我刚刚开河谷二，除了圣骑士之外的怪兽不可攻击啊，所以我这个真的是哇！啊，算了，结束。哦，这一只。希望王后普好像不适合这一套牌组哦，不过叫出来也是蛮爽的，呵呵，太好笑了。好，微风的布利兹，来来来，我这边直接把你炸掉。再见 ，Bam， 可以哦。我干嘛叫这只啊？我刚叫其他字应该更爽哦，不过没关系，可以看动画，可以看动画还不错。来来来，我这里又可以再超量了，哇，各种超量啊，好爽哦！来，送入墓地。OK， 这里再超量召唤。哎呦，我要超量哪一只啊？太多只了。阅读，阅读好像不错、哦。哇，好多只啊！还是这个刷拉拉将军。哇，时间快到了。时间快到了！哎靠！我这又不能打啊！靠腰啊！我那个效果又不能打 啊！这一只的效果让我不能打、啊，靠腰、哦！这我一直让自己不能打干嘛？天哪、啊！天哪、啊！天啊，这一只河谷二只能跳新骑士啊！哇！哦，时间快到了，来发动技能“希望之战士”39号，直接回收战斗。砰！哇，时间快到了，哇！可能我今天这套还是煮的有点那个，我发现超量之后很多只都没办法那个哎。哎呦哎呦哎呦！很多只都没办法攻击哎。所以超量不是说你爽塞什么就塞什么、啊、来我先开啦，先把它无效、哦、好，哇，不会吧，下降。啊，我又要输了啦！靠！哇！
我又要输了啦！哎，好气哦！我靠，我在那边乱玩呐，根本不会玩这套牌啊！笑死！哇，又被打爆了！怎么办？我今天介绍了一个两连败的牌组哦，大家不要骂我，因为我真的没有玩过实卡，我尽力了，我就足足看玩玩看哦，结果发现还是打得有点烂哦。好，没关系，我们希望最后一场可以胜利，好不好？来打最后一场。OK， 来到最后一场，遇到蓝神，好。来哦，我看一下哦。堆木，哎呀，有点尴尬，起手不太好。但没关系，我们先来抓这一张。好，然后盖两张哦，应该蛮强的哦。我觉得应该这个开场还不错。如果有同胞之伴更猛哦，但是这样已经不错了，因为有神圣的因子啊，这张太强了，可以无效并破坏哦，还可以再抽一张哦，所以应该是有机会哦。不知火公司漂亮，来，我们直接要不要发动呢？没关系，我让它无效好了。这样会比较好，我们另外一张这个神星的因子等对方等一下要开后台还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再来反制，这样更爽。来来来来，可以哦。好，召唤织女星，直接从手牌特招，可以哦。好，然后我们来堆木，堆这个 OK，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来超量了。哎呀，要超量哪一只啊？等一下我看一下，都没有什么限制嘛，对不对？可以，来，要超量哪一只呢？超量这个阅读好了，好像蛮强的，但这个下三角好像也很爽。太多只了啦，哇，有这个选择障碍哦。哦，可以攻击两次哦。诶，这个好像不错，我武士。好，来，超量召唤。哦，嘣，我武士，出来吧，呼呼，发动效果，移除一个超量素材。好，我可以攻击两次，太强了！战斗，攻击，来，手上有粒子小球，感觉有粒子小球，可惜啊，没办法打两下。是什么停顿？到底是什么停顿？打两下，哦，是粒子球，神星的因子无效，我太神了，呜呼，下去，哇，终于赢了，哇，最后一场，哇，精彩啊，哇，最后一场精彩啊，直接无效啊，哇，太神了，OK， 那这个超量真的是非常好玩啊，虽然说阿庆现在还是有点搞不太清楚他的一些比较细节的玩法，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晚上会实况，然后玩给大家看，也会抽卡包给大家看哦，那期待今天晚上在 YouTube 的实况，大家记得来看哦，记得哦，哇哇哇，别告诉我这个女人家，我的心已烫得好多线，
没有你的谎言，闪烁在脑里面，一直不会变。